林林，你人没事吧？哎，刚刚是你们自己冲出来的。真是，哎呦，没事吧？林林没事吧？哎哎哎，你人想走啊你？不好意思啊，有什么事跟我来，快走。你谁呀？没事，我来解决。小心，医生，帮我们看一下，校医检查过了，这个地方有点疼，怀疑是阑尾炎，你帮着看一下。你手拿开，疼，来，翻过来，小心，疼，也有可能是肾结石，快送去抢救室，我们去检查一下。林林，马上到了，马上到了，坚持一下啊，不怕啊，不怕。林怎么样？你好，刚进去那个病人怎么样了？正在治疗。你这个伤看着也挺严重的，得赶紧处理一下。谢谢啊。你先去吧，我在这守着。我不去，我在这等他。玲玲现在需要人照顾，你伤口这么严重，等他醒了你再过来吧。他醒了，我第一时间会告诉你。医生，里面病人怎么样？根据 CT 的结果显示啊，应该是肾结石，不过结石不大，病人可以自行排出，等输完液消了炎以后啊，就可以自行恢复了。那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一定要多喝水，多蹦一蹦，就会有助于结石的排出，跳绳也是可以的。好，谢谢医生。林林，你醒了，你怎么样了？还疼不疼了？想吃点东西吗？方予可呢？你躺着别动，我帮你去看看他怎么样。回去的时候手不要乱动，注意忌口，不要沾水。文涛，休息好。你手怎么样？哎，谢谢啊。林林呢？医生说是肾结石，但问题不大，在输液呢。他人在哪？急诊室。医生让林林多喝水。谢了。林林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手怎么样啊？你别乱动啊！还疼吗？医生说我多休息休息就好了。我都饿了，我们一会儿去吃东西吧。医生说你还没完全恢复，不能乱吃东西，你得多。
多喝水。嗯。哎，那个，医生，医生，护士，护士，他怎么了？你先去找人。你好，听到我说话吗？患者是车祸引起的轻微脑震荡，需要留院观察一个晚上。医生，那我照顾他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呀？这两天呢，他会出现头晕、头痛，但是你也不需要太担心了。这个症状呢，3到5天的话也就会消失了。最主要的是他那个受伤的手臂要注意一下。本来呢，只是普通的骨裂，因为过度的拉伸呢，导致严重的损伤。你也别太着急了，啊。自己的身体要紧啊，先挂水吧，一会儿去办一下住院手续。谢谢医生。不客气，好好休息啊。方予可，谢谢你。